带你看看世界上最甜的水果。林Kim，澄海樟林最是出名的水果。农历八月，林Kim响灯西。我种林Kim已经有30多年了，咱林Kim应该是非常娇贵的。林Kim伊个成熟度值当，到成熟都无掉了，伊就按照树顶逐条加落落来，就出了几米个。林Kim，果子表皮满是绿色的小疙瘩，掰开是一颗颗白润的果肉，口感绵滑，入口甜而不腻，脆软老胖。一粒粒多一粒籽，果粗味。待林Kim成熟，摘下收成后，便运到市场里贩卖。虽价不低，但其香甜如蜜的口感尤其诱人。一片林Kim，一个平而不淡的生活故事。